简单歌，各讲各做菜，让是不是很简单？来 ，Merry Christmas， 别搞，每年的圣诞节啊，简单歌都会邀请我的好朋友啊来家里打屁聊天做客一下，顺便让他们品尝我的手艺，让他们自叹不如一下。吃完饭的时候啊，我还会看一个小电影，打屁聊天，喝个小酒。都来了，看电影配什么最对味？就是那类炸类，炸薯条、炸鸡、炸什么的，哇，这真的是超级完美的一天。而且你可以不用去外面人挤人，在家里你就能跟你的好朋友们一起开你的 party。那今天的我的炸物有什么呢？非常厉害的三拼盘 ，OK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赶紧来祈祷做我们的什么起司炸鸡薯条三，再淋上我们的优格，超级完美。来，你们的节日都怎么过了呢？我知道你们都很想知道我的节日怎么过，那简单哥也超级想知道你们的节日到底是怎么度过的。赶快在下方留言给我知道，我也要知道你们的生活。正片开拍之前，到底 YouTube 大家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脸书搜寻简单哥，按这种抢先看 ，IG 简单哥，脸书搜寻简单哥，大家他简单哥小家庭 LINE 群也赶快进去加入。截图。来，简单哥要一次做这三道料理，同时的一次来做。啊，怎么可能？可怜，那也不可怜。那就是要欢迎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郭宝哥哥啦！锵锵锵锵！来，我们的郭宝哥哥多功能气炸搞笑。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半小时内就能让我们快速迅速的做出这三道料理。跟你们说啊，你们各位啊，这个郭宝哥超厉害，结合气炸锅跟烤箱的省时神器，简单哥现在另外好像长起了一下姿势，这都是大容量可烤四斤的全鸡，防油喷网保护你的加热管，好清好杀，创新地油不粘烤盘，烤鱼烤鸡东北凉，好清洗，那些十种智慧菜单，大容量可多层烘烤，一锅多菜，地油不粘烤盘，不粘烤清洗。配件有什么？立油不粘烤盘、对流烤碗、旋转烤叉、曲叉夹、极屑盘，那百台都是烤盘。再来，三车道可以直接操作。来，在我们做我们的三道炸物拼盘之前，因为我们的炸鸡啊，不是像外面的已经国花粉，让你直接去炸，我们要自己去做，所以要做一点小小的前置步骤。来，我们稍微的喷一点点油，一点点哦，一锅面五一六的喝啊，来再来把我们的洋葱和蒜头下去稍微的爆香一下，这个是要来做我们鸡肉的腌制酱汁。香气都出来，加水，来盐巴一起下，来我们的柠檬汁也来，来稍微的拌一下。OK， 上锅盖，带它滚起来，滚起来啊！来，我们关火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它倒到我们的碗里面。然后呢，放凉之后，把你买的鸡肉丢进去，然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，一起大概给它浸泡个两个小时。那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已经有先把这个步骤做起来，这只是在教你们如何让鸡香肉哦，有给一挂风味加点正味。来，如同我所说的呢，好，我们已经有先把它浸泡起来，腌制起来。啊，这个啊，你腌制起来啊，如果你一次可以做多一点，那你可以把你的鸡肉放到冷冻里面，下次你要炸的时候退冰完，你就可以直接下去炸，就不用再重复做这个步骤。来，咱先把它切起来，来，咱先把它呢，鸡肉切起来。来，把咱的这个中筋面粉、辣椒、辣椒粉、黑胡椒，还有我们的盐巴。那如果你不敢吃太辣的，你可以改用匈牙利红椒粉。刨一下我们的柠檬皮。好，来 ，OK， 来稍微的给它拌一拌。来，你再要把鸡肉放到烤碗之前，你烤好的微微的喷一点油。你准备个水，或者是直接用刚刚我们这个腌制的腌汁，稍微的过水，好浸一下，然后再来，这样你的粉靠层次感，夹起来都会出。因外口咧食咧，哦，知名连锁店咧食咧，来，直接放下去，
来多了几块的炸鸡呢，我们顺便裹粉裹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个就不浪费，我们就放进冷冻，好，下次要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拿出来炸。来，咱的炸鸡有没有啊？好了，我们稍微喷点油，把它烤好，有一点油，来铺上去。好，然后呢，薯条选你喜欢的薯条，就是看你要什么薯，好，喜欢什么薯就买什么薯。来，我们就直接给它来入油了。来，然后啊，我们再喷点油。来，培根嘛，喷的。来啊，我们的薯条。好，现在油喷喷的了，来，我们把它送到我们的锅宝多功能器的烤箱里面。好啦，一样打开我们的，哇，里面一样大到感觉可以住人。来，它这里呢，里面有一个集血板，哈，可以集你的血血，还有你的油脂，就让你的机子比较不会脏，非常的实用。来，把我们的薯条放到我们下面，再来把我们的培根放在我们的薯条的上面，来把我们的鸡肉放进去。你看，我没有骗你们，同一时间做三种料理。来，把它关起来。来，那个起了薯条。那我觉得啊，薯条啊，炸的我比较喜欢吃粗一点。虽然打掉三十分，脆了哎，等一下。好，来，这三十分煎搞啊，哇！OK， 我们的起司炸鸡薯条三完成。简单跟的美味试吃时间哦。看到这一盘，我刚刚开头就说了嘛，邀请朋友来家里聚餐聊天之外，顺便展现一下我的厨艺，让他们自叹不如。感谢郭宝哥的多功能气炸烤箱。吼，好啊，朋友来可以再个臭肥一下，东西放到烤箱里面，进去洗个澡，出来东西就好了，而且是一次有培根、有薯条、有炸鸡。来，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薯条。哇，你听一下这个声音。来吧，鸡架锅啊，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两三样的话，都会分两三次去炸，因为他们有办法分成。锅宝的多功能气炸烤箱，它就有分层的功能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用，超好吃的。那吃，那看一下电影，配一下秘鲁，刚那个培根，这个鸡块最期待的。里面的肉汁都还保留着，外皮稍稍脆脆，我真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偶尔哦，这个皮跟我上次那个凤爪鸡一样脆嫩。这台锅宝的多功能气炸烤箱真的不是盖的。那再强调的是，你们的重点来了，如何购买这台锅宝的多功能气炸烤箱，在留言处下面简单哥的连结点进去，里面有购买的方式，记得所有购买的优惠只在简单哥的频道有。那你在外面花个3000-4000买5公升、10公升的气炸锅，倒不如花钱来买我们这台锅宝12公升多功能气炸烤箱，到底多厉害？厉害到他对他的产品满意到他做15天的满意鉴赏期。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又不习惯，你可以退钱，表示他对他自己的产品真的非常有信心。上次已经超出我们的额度了，一样，我们最后这一集呢，还是有跟厂商说，我那个到啥把带来啊？所以最后提供我们300台的优惠，赶快去抢购，不然真的就买不到了。如果喜欢或者是家里真的还没有气炸锅的话，真的可以考虑一下。OK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